团员，那我是李云翰，这位是护军，是杨子怡，然后是宋俊玉。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？其实不是要算歌吗？其实也不太算，其实就全部都是打击乐器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创作？因为我以前是学打击乐，然后就觉得这打击乐就很笨重，就很大，所以要搬来是很麻烦。那如果说和人家合呢，就是好像敲钟就很无聊，所以我才想要创作这个东西。那因为找不到人，就是对，是只有这边学过只有我们两个，那旁边两位的话是就是昨天开始练的，所以出错的话，还是得请大家多给他们鼓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